夜捎来讯息，在雾的彼端，我们的故乡交界地，那伟大的艾尔登法环已经破碎。永恒女王玛丽卡销声匿迹，在黑道阴谋之夜，黄金葛德文最先失去性命。玛丽卡之死，诸位板神拿到艾尔登法环的碎片，却因为那股力量堕入歧途，陷入疯狂，引发碎片战争。在那场无王存在的战争最后，无伤意志放逐了他们。啊，所以褪色者依旧无法永眠的死者啊，那许久以前我们失去的赐福正在出声呼唤。蛮荒帝王者何来路，光耀金面具，丝绵少女飞呀，受尽唾弃的拾粪者，百智爵士基甸奥夫尼尔。失去的赐福又再一次回到默默无名的褪色者身上。朝雾的彼端前行，抵达交界地，觐见艾尔登法环，成为艾尔登之王。